坐巴士的时候问巴士的司机，应该是问这个巴士可以有到南山吗？这个巴士可以有到明洞吗？那个时候怎么说呢？就是用韩文是一巴士어디까지가요？一巴士남산까지가요？一就是这，巴士就是巴士，南山就是南山，까지就是有到，가요吗？ 就是一巴士南山까지가요，这巴士有到南山吗？那可以换明东，这边换那个什么东大门都可以切换。这巴士有到哪里吗？一巴士南山까지가요，一巴士명동까지가요，就是这样子。